我叫江桥，是江敬先先生的女儿。江敬先先生在1940年代编配了《康定情歌》，还参加了首演，第一次出版了《康定情歌》的乐谱。同时呢，歌名《康定情歌》这四个字是他给他起的名字。《康定情歌》起初是在康定这个地区民间流传的一个溜溜调。在1940年代末，他又把这首歌带到欧洲，唱遍全球。你好，你 Hello， 我是 JJ。康定情歌这首歌呢，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好听啊！我跟我妈妈呀，我们两个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唱这首。庞大溜溜的山下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离家。高兴你喜欢《康定情歌》，唱得非常好听，很高兴认识您。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您。祝福你在音乐的海洋里一直这么高兴快乐。我觉得这首歌它一方面当地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个调子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首歌编配过程中有了非常高规格的艺术加工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，就把这首歌做得又忠实于原来的那种格调，同时呢又加入了西方技法、演奏技法还有西方唱法，综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中西合璧的味道。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介绍这个音乐之旅，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多出去走，出去看，一定会发现很多你原来不知道的东西。非常高兴能够结缘康定情歌，也希望康定情歌以后在全球越唱越响。